心脏瓣膜置换以后，因为心脏瓣膜它本身，它是属于我们人工给它放到心脏里头的一个机械装置，这个装置，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异物，它植入心脏体内，血液在流过它的过程当中，那么就非常有这个可能在人工的心脏瓣膜周围，长很多血栓。我们抗凝的目的就是预防这些血栓在人工的心脏瓣膜周围形成血栓，尤其对于机械瓣膜，因为它是完全人工，是一个人工的装置，这样的话呢，我们需要终身抗凝，对于生物瓣膜，因为它是有同种的和异体的，然后还有一些生物组织工程所生产的这些生物瓣膜。它的这个亲和力更好一些，但是呢，在手术早期，我们也。